你更应该恨那些挑起战争的人。若不是他们，你父母不会死，我母后不会死，数以万计的瑶国和北燕的百姓都不会死。哼！现在纠结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现在只想杀了你，替我的爹娘报仇。 现在你已经没有机会了，负隅顽抗，只会死路一条，是吗？厉行，花兰山，你以为利用几个毫不相干的人，就能逼我就范吗？ 诏令就是犯了欺君之罪，凡是在你身边的人，都会受到波及。你费尽心机地赶走新云哥，不就是为了保护他吗？没想到你还是选择了北燕。我从来没有想过选择什么。 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，是你害死了天心，是你杀了他。那日你也看到了，他早已不受控制。我若不杀了他，他就会杀了你。闭嘴！天心是因为被人算计才暴露的身份，而这个世上知道他身世的，只有你我二人。月平生，没想到你竟会变得如此愚蠢。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？因为你想打败我，你想赢了那个赌注。平生，我希望有一天你能证明我是错的。秦厉行，我要让你体会失去至亲之人的感受。平生。 你的对手是我。这么说，你承认是你杀了天心？平生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模样，歹毒、无能、愤怒。你觉得如果天心还活着，他希望看到你这样吗？你不配提他的名字。你可以杀了我，但杀了我之后，冬夜城。 将会成为人间炼狱，这是你希望的结果。看着曾经的街坊四邻，尽数殒命。闭嘴！岳平生，你还愣着干嘛？他可是杀了你身边至亲的人。天心那么可怜，你还不快杀了他，替天心报仇？你想想，如果他真的是什么好人。 秦厉行，我要为我的爹娘报仇，我要让你永堕九幽炼狱。为什么？
一切的根源都在元夕，那里的子民需要你。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或许对于我来说，死亡才是最好的归宿。一直以来，你都想证明北燕和姚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，看不到，你真的会甘心吗？不甘心又怎么样？我怎么去做，都是徒劳无功。天心说的对。几十年的血海深仇啊，阿信，靠我们这一辈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化解的。或许靠我们没有办法解决，可如果不去做，我们的子民会重蹈以前的覆辙，周而复始，仇恨无穷无尽。叶平生，我很好奇，你是北燕的王子，可是为什么不选择回去带领你的子民结束这场战争呢？王子，就算他们认我这个王子，你觉得燕北那些掌权人会让我活着回到元夕吗？月平生，你知道你和秦厉行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你们都有共同的梦想，也都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，可是你们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才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？我明白了，谢谢你，云哥。书千人等。